地方有需求，这就是民粹嘛，这就是民粹嘛，这就是民粹嘛。然后你的这一种决策，这一种的资源分配，你最后产生出来的结果，你想过没有？民航这个事情，这是国际竞争的，这不适用关起门来当内政来处理，每一个人都分的有糖吃，啊，这种骗人的政策，啊，你少玩嘛，骗人的政策你少玩嘛。今天一回可以争取一个方便，你那个到那个时候的后果是，大家通通出国去搭飞机转机。